那它搅拌多久啊？等到它冷却。冷却要冷却多久啊？大概两年。其实应该要很快速的冷却啊，只是我这台机器没有这个功能。哦。所以我就会用很 low 的方式让它冷却。把它吹电风扇。对。因为越早冷却是越好的，它不会继续的，因为它的余热会让它继续的发展下去。好香哦。老了。这个颜色是中烘焙吗？中烘焙的，最重的烘焙就是黄色的。哦。我们家采访咖啡因是最特别的一种。